thank you. Thank you.快点，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哦！我快没电了。那应该是口罩才对啊。那你去帮谁？我这个日本到大日本好多人啊。大声！太妙了，路人，是路人哎、欸，有路人，有路人，但是但是安排了他，这太妙，不是老师。手好酸，练那个好难哦。这录都录不到现场的。太屌了！我另外一边去接。他们只是想要抢一个好位置。这还有多久可以？停车吧，停车吧，还是？为什么让我想到那天那个黑德国黑衣男生？